你看这光说这行吗？啊，后头这还烂呢，后头这都烂了，好了。你发现他电动木，我还是包了一下，包了，包的。怎么弄的那么干净？这是柜，是吧？是刀子。刀子。做了嘛，一没吃实还做了好几个。我的。 这不该经常指着吃饭的。嗯，你看堵堵会儿。办公室杜行，是杜行吗？嗯，现在干的这没意思了。俺们一帮人说，在这里。没有，俺们村里有一个老头子，老头死了，我们也没看见。是死了，是死了，是死了。说死了，人没。那一个人家咋干过？你叫干过来，这是。我还说的这个家怎么办？ 这怎么着啊？就是发，就是弄些肉，就是大电叫唤着嘛的。可不，这看着过瘾。嗯。这看着还费点劲，这还了吗？这不是挺累。俺没那么快。回头看病，花了那回花了两天都好完全不到。因为病了，看病花多少花了一天。三天干了一天。 好家伙，你跟我三天花了。说了三天一夜，一天。那舒服一夜。嗯，这蹄子你看多好，白了很，一点毛病没有。嗯，哎，这蹄子这不是这五年子是不是年花石啊？是吧？嗯。哎，年花不在家不是不是，想吃着我，要不我没用过捏，我都想抽，这玩意儿。捏吧捏吧。啊？捏吧，这玩意儿。捏吧，就扔这儿呗，扔这儿的花池里。鱼。哎，你别不用管，你不用管，你别。过来看看。这个动物这里。看看。咦。你们老师，你们干啥了？干啥了？哎呦，你看。是吧？我们这台在被土里插。咦。哎呀。 这蹄子是白，这墙这建筑白白很的，这玩意再多两天。 少一半还多了，你那么长家伙，你说啊，大蹄子都不见了。